见弗利萨要强行打开邪念波的茧，古拉就被吓了一跳，问他是否确定这东西真的很强大而且不稳定。弗利萨笑道，我知道与这些原始魔兽打交道可能会有风险，但我有一种控制风险的方法。我的手下开发了一条特制的项链，比控制布罗利的控制器更强大，这个应该可以阻止邪念波。古拉表示自己可没有打退堂鼓，如果需要的话，我会和你一起打开这个虫茧。眼下我们需要找一个地方。就在这时，飞船开始剧烈的晃动起来。弗利萨问小兵发生了什么事，小兵说有人在对飞船发动攻击，我会立刻寻找他们的下落。结果小兵发现是贝吉塔。弗利萨十分不解，为什么贝吉塔会在这里，和他站在一起的是谁？古拉也认出了贝吉塔，他不是战胜弗利萨的赛亚人之一吗？赛亚人的最后一个皇室血统。弗利萨骂道，就是这个坏蛋，他一定是来干涉我们的生意的。古拉打算借这个机会消灭这只害虫，弗利萨也同意了，问小兵贝吉塔在哪里。小兵告诉弗利萨贝吉塔的具体位置，离这里很近。弗利萨打算和古拉一起对付他，与此同时他还吩咐小兵将飞船开到那里，但要保持安全距离，时刻警惕，以便在需要时帮助我们。小兵点头回应。贝吉塔看出古拉应该是和弗利萨同一种族的，但他并不认识古拉。弗利萨咯咯地笑着说，在这里看到贝吉塔是多么悲伤的一幕。告诉我，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排骨饭率先开口道，弗利萨，我叫排骨饭，我要求你把那个茧交给我，否则我就要强行带走。弗利萨记得之前遇到的那几个守卫提到过排骨饭，他是某个组织的一员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弗利萨表示自己可不会被吓到，一定和他们一样，一定是一只臭虫。贝吉塔警告弗利萨，我身边的这个人曾经可是一位破坏神，力量甚至能与比鲁斯相提并论，或许他要更加厉害。弗利萨一惊，竟然还有比鲁斯还强大的破坏神，那不可能。古拉用失望的语气看着弗利萨，问他怎么了。打起精神来，不要丢脸，我们的力量在这段时间增长了不少，所以我确信我们能把他们打倒。弗利萨骂古拉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这个男人真的比鲁斯强，这是我们赢不了的战斗。听到古拉这个名字，贝吉塔想起了一些关于他的事情。弗利萨知道他的大哥还没有见识到破坏神所拥有的力量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在这种情况下要全身而退就只有一个方法。对不起了，兄弟，弗利萨就叫了一声。亚德拉特星人很快就出来将他的主人从战场上救了出来，古拉还一脸蒙圈。弗利萨回到飞船上后立即叫小兵赶紧离开这里，小兵照做。看着飞船离开，古拉骂道，你这个胆小鬼。排骨饭叫贝吉塔去追弗利萨，邪念波的茧最重要，这个家伙先丢在一边。但是贝吉塔偏不愿意让这样的机会溜走，我会留下来和古拉战斗。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弗利萨的气，而且有很强的感知能力，应该不再需要我的帮助就能找到他。另外请不要干涉这场战斗，否则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排骨饭叹了口气，赛亚人都一个德行，我认识的一个和你一样，我会过去追捕弗利萨，即便我回来之后你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，我也不会干涉的，这是你和我之间的约定。古拉很高兴看到其中一人离开，贝吉塔朝着古拉喊道，你最好忘记那个人，因为我现在是你的对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